歌该怎么演唱呢？把昨天都作废，那就是念书一样了。这首歌这么火，你怎么唱这个样子呢？首先一个圈圈的部分呢，我们可以找气泡音，由高至低找这个气泡音，每个字呢都先用叹气说话的感觉，深情一点。把昨天都作废，现在你在我眼前，我想爱，请给我机会。再加上音调，把昨天都作废，现在你在我眼前，我想爱，请给我机会。把声音落下来就可以了，赶紧练起来吧。还要学什么歌曲的话，教授小红心评论区下方留言告诉我，后期我一个一个教你们哟。你呀、啊、你还会回来吗？动我心放酸我眼眶，一生的伤